大家好，我是孙强，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关于这个目标设定的流程。很多人到年头要进行目标设定的时候，都有一定的这个困扰，不懂要怎么样下手。那么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这个目标设定应该要怎么样开始。那么好，目标设定其实分成两个方向，一个方向就是个人销售。另一个方向就是组织发展。那么好，在我们进行个人销售的这个目标设定的时候，第一项必须要做的就是要问一问自己。那么我们要提问：今年2022年，我们要完成什么目标？可以相信大家在这边就会开始卡着，到底我应该要完成什么目标？我的目标是我自己定的，还是我的组织帮我定的，还是我的上司帮我定的？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哦，我们可以分成两个方向，同样是两个方向。那么第一个方向就是以收入为主，第二个方向就是以奖项为主。给收入为主，我们要怎么样定目标？好，基本上第一样收入为主的目标定法就是，我要收入要有多少？就是2020年我要达到多少的收入？是不是月入1万元？还是我可以用 FIC 这个奖项来追求我的收入呢？OK，好。对于奖项方面，我们有什么方向可以走嘞？奖项我们有全民100，我们有 SES，我们有 Supremacy，我们有 MDRT。OK，所以这些都是给大家一个给大家一个 reference 哦。到底要怎么样设定我们年头的目标？那么好了，我们有这几个东西可以去进行的话，那么第三个步骤就是同样要提问：为什么我要完成？OK，在这方面。就是要找出我要完成这目标的价值。OK，完成目标有什么价值？当然，我们每次我们在定下目标过后，我们没有办法完成，是为了什么？为什么我们会无法完成我们的目标？那个是因为我们定下目标的时候，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定。也不知道这目标到底背后带来些什么意义和价值。那么我们先说收入吧，收入到底有什么价值？那么你问一问你自己，你要增加收入是为了什么？我要买车。买房？还是说我需要供养父母？我需要养孩子，还是我想要去旅行？种种的这个背后价值，我赚到了钱，我到底要拿来做什么？那个就是你的动力，也就是说，你设定下目标过后，你要去进行的。当然，这个是表面的价值，还有一些比较深层的价值，那个我们往过后再谈。那么好，追求奖项。我们又可以得到什么东西？奖项。OK，为什么我们要追求这些奖项？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会追求收入，虽然收入对每个人都很重要，但是在个人的价值观上面，不是每个人都认为钱是代表一切的。有些人追求的东西是不一样的。那么追求奖项，为什么要追求奖项？OK，因为要肯定自己。
这个也是你需要，我们需要去自我提问的，要肯定自己。要给家人礼物，或者是给家人肯定。还是你本身就是喜欢追求荣耀的，喜欢上台的，因为有些人是喜欢上台的。第四，使命感，就是我答应了某某人，我需要完成我这个目标。哦，我答应了女朋友，答应了男朋友，答应了我的父母，我答应了我的上司，我答应了谁谁谁，我要去完成我这些奖项。当然，这些奖项都会为我们带来收入。那么我们在这个行业，我们就必须要有一定的收入，我们才能坚持下去，对不对？那么有一个东西需要提醒大家的事，有一项事情需要提醒大家的是，定目标的时候绝对不要以你的能力来衡量你的目标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人的能力其实是无限的，只是我们没有发挥而已。那如果今天在我定下一个 MDRD 的目标的时候，我第一样东西我就告诉我自己说，哎，我没有办法达到的，我没有办法完成的。那么你就是以能力来衡量你自己的目标。有谁，每个人都有第一次完成 MDRD 的目标，或者是第一次完成 Supremacy 这个目标，或者是第一次完成 FIC 这个目标。那么第一次不代表你不能，你曾经没有做过也不代表你不能。所以人的能力是无限的。那么当然你需要，接下来需要寻求的东西就是要有什么方式可以去完成我这个目标。那么这个方式就留到我们的 goal setting 的时候我们才来谈。谢谢大家。